盈利了。漂亮。标点还不错，原来苗栗后龙这边鱼还蛮多的。太宽了，超酷了。飞起来！哈哈哈，好好笑。这应该不会挑线，直接解决，直接 KO。1.5 号线套你，直接 KO 就好了。全部都是海莲呐！你还在挑战呢哦？那很深吗？哎，有有有，哎，拉手了。好，你继续努力啦！我等一下钓一钓再过去看看。
一万。有的，这个是摇很大。来去看阿光店的如何？你好，报两次哦。报两次。叫你现几号啊？0.3。哇嘞嘞！哎呦，体型还不错嘞。还不错啊。OK OK。抱两次哦，会不会是鲤鱼而已啊？没有记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没看到毛蟹？毛蟹？对，在那边边。这边边哦。嗯，这边也有，还有那个石头树那里。生态这么好哦。哎，苗栗真的是不错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如果在台中下游，水也不会这样子的颜色啊。在台中全部都泡泡了。嗯。我等一下调那个位置好了，我懒得再换。刚刚那个在对岸钓那个钓鱼啊，是来这里啊，下面那这里放六七个那种蛇龙的那个，他们要等那个哦，原来哦，哇，这个小溪应该是干净透彻，环境很好。换我来钓手竿，那边的海莲呢被我拉到有点怕了，现在换钓手竿看看。哇！哎、欸，大石兵哎、欸，大石兵，对呀、啊，超大的。看体型多大，还不错啊。有。很健康的，很健康，没有感染那个黄吸虫，那个肥度也够啊。刚刚下去的时候，哎呦，你看也挺好。他抓太久了。那个刚刚下去第一竿就断线了，不知道装什么东西。哎，撞怪物啦！怪物啊！真的撞怪物了啦！哇，爆了！哪里嘞？这样子也行。
山干碟。我是吴怀，今天在后龙溪这边作业，然后用了三种方法，各有所获。好了，有机会再来吧，继续挑战，真是乐趣无穷啊！看来这边昨天的话，垃圾提的太少，不要乱丢垃圾。好了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有辣妹啊，辣妹，垃圾的啊，辣妹给你看一下。